我现在整只手都是鱼的味道了。你是警察的吊匣，那是要哪个新的？吊颈。吊颈。哈哈哈哈哈。我这里讲他处理啊。应该是要一直看。这样子的。然后三点半下班。放鱼啊啦。放鱼啊！都有啊！哦，大哥拉起来，记得拉。哇！蹦蹦跳。下下叫。因为震动啊。好呀。你是放多少啊？放多少？给你八十八吧。现在我们的拿篮底啊，我们中龙五班了啊，已经中龙五班了。今天起了不少。哦，这一只也蛮漂亮的。这叫什么鱼？蚕豆。哦，后面有一个鱼子。下面水大家想不想？不会哦，那很呆。咋啦？好好啊！咋啦？你小弟啦？你小弟。OK 啊。OK 啊。咋啦？你小弟啦？哎，够了够了。我还没讲啥。哎，你是点货？我听到啦。我太怎么啦？很有趣啦。没啦，吹公公佬。你吹公公佬。
叫你买那个笔，他这个月出来多少钱？好啊，谢谢，欢迎啊。准备啊，用鱼来泡茶啊，你再放唔到。哦，黄鱼。我加料。黄鱼啊，黄鱼啊。黄鱼。台湾土黄鱼。土黄鱼。我去抓鱼啊，你知道？我从台啊。有土加料。秀秀球，哦哦，拖起来拖起来，卖野瓜卖野瓜，那他们也不拍那个，哪一个？那个啊，中十班的那个、哦、还是昂扎？哎呀，干你啊，拉那么久，多少零号哟？零号，秀秀啊！我喜欢两间四件博大，香江啊，香江哦。